陆总，我连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吗？你最好不要试探我，我怕你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了。好好工作吧。 设计师，这是整理出来瑞华现有的所有设计版权目录。凡思总部那边要求今天晚上下班之前要交给他们过目。我知道了，我先看一下，你去忙吧。好。穆子云，你敢来折腾我，就别怪我对高洁不客气。这块，你们都想一想啊，咱们这个作品，要是拿到外国的展会上，这一亮相，那老外的眼睛，那个眼珠子是不是就蹦出来了啊？对对，这个是俩眼睛啊，亮瞎了。请问哪位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我是凡思总公司的代理律师，现代表公司通知你们，胸针时光之轮禁止参加此次的纽约珠宝展。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其送展，否则，公司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。什么？这是谁的设计？爪通安在这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，公所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？张慧，我问你，你凭什么不让胸针送展？定制组的老师傅们为了这个胸针花了这么多心血，你现在说不送就不送？ 那这段时间，他们的付出都白费了。他们爱付出是他们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高姐，麻烦你搞清楚状况，这里已经不是曾经的瑞华了，于芷也不可能再帮你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手段可以耍。哦，对了，穆总可是你的表姨啊。 还是你想去你表姨那儿告状，求你的好表姨对你网开一面呢？我就真来帮了。高慧，禁止定制组的胸针参赛，谁给你的这个权利？ 你还把不把公司的高层放在眼里？穆总，请注意您的措辞，不要乱给人扣帽子。我这么做当然有我的理由。是吗？那好，我倒想听听是什么理由不允许这个作品参赛。我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，穆总久居职场，自然懂得如何保护公司的资源。 这个设计稿的设计师既不属于凡思，也不属于凡思瑞华，凭什么拿公司的资源去捧外面的设计师？您说是吧？嗯，高慧小姐，你应该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。胸针能不能参赛是由我来决定的，不过你倒挺有自知之明的啊。 明知道自己的设计比不上外边的设计师，所以你就故意阻拦优秀产品，是吧？另外，你别忘了，之前出现质量问题被退货的产品，也是出自你之手。我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面，潜心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，不要把你的精力都放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如果下一季的新品我看不到让我亮眼的作品的话，那高贵小姐，你在珠宝设计界的路应该也走到尽头了。 新一季的产品尽早落实，好好落实。表姨，谢谢你。你跟我还这么见外呀？高慧这样的人，还怕我收拾不了她？你这样当众维护我，不太好吧？ 大家当面不敢，但背地里会说你徇私，恐怕会让你的声誉受影响。我不想你为了我难做。没事，你放心吧，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。高慧现在就是我手里的一颗棋子，我把她留在我手里，我让她难堪，还让她走不了。你等着吧，我会帮你们母女讨一个公道的。 表姨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曾经，我也把讨伐吴小慈当做是人生最大的目标，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设计。结果呢，恨来恨去，连宝贵的设计能力都没有了。这一次，在帮雷总做胸针的过程中， 我慢慢发现，单纯的把心思都放在设计上，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。而且，妈妈经过治疗，已经在慢慢恢复了。现在我只想和她一起好好生活下去，放下心里的仇恨，重拾初心，专心做回我爱的设计。所以。 我希望表姨不要再为了我刻意去打压高慧了。本来我还想劝劝你，凡斯瑞华首席设计师的位子还有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么看来，你是铁了心了。如果你真的是想帮我，就答应我一件事。 现在，你已经是凡斯瑞华的董事长了，请适可而止，不要再做那些伤害林董事长和于植的事了。毕竟，大家曾经也是一家人。我最近一直在帮你调查高洁，看高洁和穆子云的样子，也不像是事先商量好的，恐怕我们都误会他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按理说，高洁费尽心思接近你，帮穆子云骗走瑞华的股权后，他们俩应该狼狈为奸的各种庆贺才对啊。可是听陈明真说，自从那晚之后，高洁拒绝了穆子云的各种安排。 带着他的妈妈，住到了一个很普通的房子里。高洁，也许不是我们想的那种人。侯杰，我是不是真的错恨你了？ 恭喜你们啊，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作品。好，谢谢雷总的肯定。我还约了几位珠宝界的大师，就不跟你们多聊了。谢谢。那祝您一切顺利。好，再见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成功了。是啊，虽然过程波折，但是没想到结果这么好，庆祝一下。 你早就知道我们会那么顺利，还准备了酒，就是为了庆祝。干杯！姚姐，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你了。 我想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帮孟子云去陷害瑞华？